圆圆姐，今天的面包我包了。迷弟来了。走一走，瞧一瞧啦！你走过路过，不要走。大点声！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那个免费蛋糕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这尝一下味道，挺好的。这不是我要走的路线，我要走的是霸道总裁的路线。霸道总裁。你说你好好的班不上，非要跑到这儿来找女人啊？那还不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丁尔瑞，今天这试吃盒里面如果还剩下一块面包，你就别想进来，明白了吗？好。可以进去了吧？不可以。还有这个呢。你不让我进去，我跟你说，你错过了我这个村。怎么样？我就在下个村等你。金小瑞，你今天是打算吐到坟墓里面去逛一圈是不是？圆圆姐，你在威胁我吗？你要是威胁我的话，那我就继续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是可人。我手中的法棍不可，你要是再敢说一句，你信不信我？你等一下，圆圆姐，你脸上有点东西啊。有什么？有点好看。李丁小瑞，哎，我出去，给我站那。你要不要打我头发？我下午上班的。跟谁学的这些土味情话？小小的，那个这样，给我站。错没错？还说不说土味情话？我出去一趟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魏轩和呀。他说我们以前是情侣，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你吧。哎，你他是会爱奇艺，ชื่อ Black 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